我要跑走了吗？太好了！躺下。靠腰，按坐去。躺平！我命令你躺平，妈的！不要阻拦我！我是不是又跑回来了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跑对地方了，应该吧？所以等一下往下的话是危险，那我们要往上走是吗？啊，那红色血迹提醒我们哪边危险不能走的？感觉是，好像不是呢。哦，那么好心吗？没关系，等一下，反正我尽量往上走，往上面那条路。好啦，不赢啦，啊！我操！干，滚！我已经看到鬼了，你们还在那边闹我？他好像是在带领我们呢、欸。靠腰，按住！不小心给他按到开枪去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他不是带领我们，他直接追我们。啊！哦，好腰一点到。啊，逃脱！啊，安全了吧？上去啊！放下！还没看呢、欸。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？哦，我成功了吗？我成功活下来了吗？这边应该都安全了吧？你赶快去找你的菲比吧！啊，不太妙，又是这里。谁哦？把它还给我！把它还给我！快跑！啊！倒下！现在是要干掉他的意思吗？那个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哎、那如果我先转头就跑呢？
所以我就上下左右摆动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早说嘛！真是的，害我在那边。爸，怎么了？现在几点了 ？Baby， 听我说，你必须立刻起床。为什么？天都还没亮耶，爸。我知道，但这很重要。我们要离开家里。离开？现在？对，现在。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抱歉 ，Baby。我们现在就得离开。好，爸，我们要去哪？或许我们暂时先住凯撒琳阿姨那几天。可是我不喜欢她。我知道，但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得选择。你确定你没得选择逃亡 ？Baby 看起来好无助。我们到底怎么办？我之后会回来拿的。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吗？现在不行，亲爱的。是现在不行，还是你办不到？爸，我们现在在干嘛？点点点，我也不确定啊，菲比。抓好，千万不要给我放手啊！哦，你还好吗，爸？你要去哪？真小啦！为什么一转头你女儿突然发疯在追你啊？虽然说梦中无时间，梦中无逻辑，可是你这个也太没有逻辑了吧？哇，你真的是跟你女儿就直接来一场说来就来的大逃杀呢哦！还有少拿两个子弹。哇！干嘛又啊？好看，真的是逃不完了哟。靠北啊！为什么你女儿跑得比较快啦？哎，这是什么妖术？我操！不行，我又要再重跑一遍。啊，麦克！哎，不是，啊，你刚刚不是在喊他？跟我跑、喔！干！不是吧？又重来啊！是从这里，还是到新的地方？这样也没多好，就是。跟我说话。不能拿、啊，我以为我要拿哎、欸。
对啦，哦，哎、欸、，baby，baby， 不不不，该不会，哎、欸，冷静点。起来，你应该起不来了。他需要你，你应该起不来了。哇，你比爷爷还没用哎，爷爷比较，爷爷比较勇，故事比较又是到底应该不是啦，我不知道。他现在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做梦啊 ，baby， 哎、欸、，baby， 哦，我的老天啊，爸爸，啊，好好痛哦。还好吗，宝贝？起得来吗？应该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老爸拿枪都敲了你的头，还好他是敲头。如果他是拿不好，爸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谁 ？Baby， 看着我，我们会离开这的。我会带我们离开的，好吗？嗯，好，现在听我说。哇哇，直接被打飞 ！Baby， 拿起那把枪 ！Baby， 总算，我靠，又来！呀，哎，我都走那么下面了，你们到底是怎样住海边？是不是管那么宽哦？哎、欸，他们是变硬了耶！啊，总算来到这了。真是够了，总算拿到这。好悲啊！统统给我跪下！操！这游戏真的有够难，我原本以为它就只是很单纯的2D 游戏，没有，它是2D 困难魂斗罗游戏，干魂斗罗都没那么难，我觉得魂斗罗起码可以打个秘籍，这个连秘籍都不给你打。
啊，我来了，宝贝。不不不不不，baby，baby，你的腹部怎么被刺穿了？被射穿了，不要离开我啊！又是你，银白色的独角马，虽然我怎么看都是黑的。Shit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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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对对了，这次我放了红糖。站住！那可帮不了你。喂 ，Happy， 你还在吗？我暂时把他挡在外面，害怕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做得好，警察马上就要到了，不，警察是不是会伤害爸爸吗？拜托，不要伤害他，他只是生病或是什么的，没事的。现在 ，Hello， 菲比。所以真的是那个单亲爸爸，把他还给我，把他还给我。哦，真的是倒叙法，也不算倒叙法，就是我们在回顾男主角的噩梦嘛。噩梦终点，所以我一开始就把这游戏的结局讲出来了吗？傻笑，明明 baby 你可以躲到阳台外面，你为什么不躲？对，你爸爸是因为得病的关系才这样，可是。你为什么要躲到那种一定会被抓到的地方？不然你好歹躲到床垫底下吧。下次玩点有 Happy End 的游戏，我也想啊，我怎么到这游戏那么黑暗啊？我以为这个游戏黑暗顶多就是那么一咪咪的黑暗，谁知道它是恐怖之刃那种黑暗啊。